迎光临我们这一家非常 special 的咖啡厅，请大家慢慢享用喽。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哦，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啊，不过哦，想喝一杯好的水真的很困难呢。你看，它就像吃了威尔刚一样，有够硬的。有点糗啊，不过我的体内不能没有酒精的灌溉，还是喝吧。这个粘在餐盘上的饮料，该不会也叫做意大利？你看，郭富说歌迷一定会劝拱的。